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我们今天的资深乡民，非常开心，可以跟你们同公司有华小木，谢谢。那今天这两套我们演唱唱歌，真的是非常开心。然后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非常多社团，那时候我一开始是吉他社，我也是。我觉得。